然后这是我们之前做的游戏哈，现在是好，就是宇君老师出现的时候就投球，然后他就会哎呦喂呀，好，等一下等右边的宇君老师的脸出现之后，好打下去就，那这边是买一个水银开关，好，然后水银开关就是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做投石机，所以水银开关 往下压的时候，它就会启动，好启动右键，哎，这个好玩。